陈寅，我来问你，你与那公孙出旧有仇？无仇。有恨？无恨。走！你与他既然无仇无恨，你今前来分明是诈小歪的。绑起来！好，且慢。小人有下情，你也讲。是，只因大人有绑恩在外，三日之内有人行持孤儿伤死陷阱，若有知情不去吃，罪上加罪。小人怕牵连在内，特地前来密告。少时老儿拿来，你可敢与他治对？情愿治对。好，且过一旁。哼，吼！大胆的老狗，隐藏孤儿不现，你是该当何罪呀？啊！我隐藏孤儿，何人能得见？你来看。就有仇恨，那也是诬告。怎么讲？那也是诬告。是否？隐藏孤儿你也不信，论王法就该问斩刑。
在山里不肯大无人大人的王他不放不行生死比边相啊应该让求大人要另眼看待。好，老夫歇下午儿，就将你死摆在老夫面下，作为面临一子，你夫妻在我府中吃碗安乐茶饭呢。多谢大人。陈英。随老夫来呀！Yeah.
兵镇守在边关，敌人闻名心胆寒。血染征袍十五载，不觉虚分两鬓斑。奉命镇守边关，如今已有一十五载，铁骑则兵已退，昨日有神驰到来，先王严驾，心驰登基，调我回朝，议论朝政。众军有传国将令，班师还朝。这里奉相公